30年，艰辛、荣耀、迷茫、认可，都是别人口中的故事。只有一路相伴的好丽人，才懂得一起走过的青春。30年，始于敢想敢拼的奋斗精神。30年，书写着一个又一个传奇。在这扇门的背后，是创始人最朴实的信念，以及好丽科技生生不息的文化传承。1992年的5月，好丽科技正式扬帆起航。30年春华秋实，始终怀揣理想，砥砺前行。这是在时代浪潮中披荆斩棘的好丽人，成为守护千万家庭电路安全的奉献者，这是日以继夜坚守岗位的管理者，以品质管理为核心成功锁定市场，这是不断创新的研发人，专注与执着成为他们身上无法磨灭的标签。青春流逝，见证